天的事情，你印象最深刻的三件事是什么？出道、发歌，然后站上舞台。如果现在宣布收工，你最想做什么？有点饿，我们去吃饭好了。粉丝也希望你吃胖一点，你有在努力吗？我非常的努力。不信你看，我的午餐。哎，燕俊，你在台南长大，应该有很多好吃的可以推荐吧？锅烧意面、跟霸掌是必不可少的，真香。你去过多少个国家？超过五六个，有点忘记了。处女座归男人难懂，你同意吗？不同意。私底下的坏习惯？我喜欢简洁舒服的。